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。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10月22日，在今日早前，由江苏无锡当地民众提供资讯提到，在此前的21日晚，在无锡的学前东路唐南路附近的淮谷大桥发生了一起车祸，其中一辆车辆被撞得空中旋转2圈半落地，压坏了5辆车。还有的资讯显示，现场相关执法人员将现场围观民众的手机一一检查，还有的人的手机直接被没收了，现场直接死了好几个人。相关现场画面显示，在当地的一个马路上，有人被压在机动车上，有相关交通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。针对此事，有当地民众因现场死了2个，截止到现在为止，当地警方未有发布任何相关资讯。针对此事，当地分析人士评论提到，今天是20大的最后一天，当地官员为了保官帽，不会发布任何不好的资讯，因此无锡这样严重的车祸遭到前往删除。 Thank you.